吃吃的吗？要加两块，两包吧。欸，你干嘛？那个是喝的，又不是洗手的。干嘛呀？你好坏哦！你等下被烫到。走了啦。三种给你猜，金龟子，就连两边啊，你停车那个位置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这边还有后面，对，从马路到那一边的还要停车地，那只有你社区吗？那只有你这里是那个，这里是独立，没有。那就因为那时候是加仓，啊，弄一弄，我们就原地盖，那其他卖掉就是。所以我们这边都更比台北快，对，比较好沟通啊，就是说你如果刚刚从那里上来，那你就球队啊，他是开心的嘞，对，那你最小，对，Thank you.
快啦，拍个照啦。吃什么冰？冰棒啊！要去吃啊！全身，全冻的。啊？全多少钱？带我来。对啊，你想，你那时候还是学生啊。对啊，而且打两年后，万一毕业在这里啊，你只有方法磨皮啊。听莫成有没有？这为什么会是长这样？会被地震震到这边。他说另一个另外一个山头震过来。震过来，震到。然后从哪里震过来？白色线是谁去拉的啊？白色线，那是电线吧？还有三块呢。哎呀，老板，啊，倒了块块。你也无离迄个地震屋啊？你也无离磁场屋呀？你也无。伞拿起来。人家要出去了啦，你赶快来啦！你怎么不怕淋雨啊？等下去饭店再玩啊！零八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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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八，开啦！二姐，你说，不要打开啦，雨很大哎！分啊！游戏是109，那我也要玩。太烫了，我要给他凉一点。妈妈要怎么剥啊？用力剥就剥啊！看看。好小啊！昨天我站在你这个黄龙山，我在黄龙山正好跟着女儿在站，在徐州那边这个金龙山，看到很像。
我要坐过来北啊，你好远哦。坐过来，我都怕你吃不到。骑啊，你骑啊，你骑啊。累，要不要休息？架子不错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啦，我等一下回来回程的时候先准备好，现在还没准备，我现在连广角都没准备，真的空间太小。哇，太大了啦！哎，那我拍我自己的脚。爸爸又没有要坐，爸爸要坐。哎呦，这样看不到。爸爸，你可以坐这。坐哪？坐这，我压。这样会不会太重啊？会，会不会它太重，会有一点小危险？速度应该速度会慢一点。那如果我全部都坐那里，然后感觉后面它就啪，没有，不会不会。他说去高山会害怕，有吗？有吗？会吗？小婷，你看小婷就不敢站着啊，站在中央他就不敢。你看有敢吗？超敢的，掉下去了。不能站立哎、欸，哦，不能站立。有洞，那个洞又不够大。洞，你看哦，真的够呢。哎呦，小婷说的对，没有没有，现在是在小小的露营啊，可以自言自语啊。哦，好随便啦，感觉好可爱。不要可以乖啦，不要可以。哎呦，不要动啦、啊！你不要看旁边那个湖吗？不错哎、欸，不错。对啊，真的不错，要不要骑过啦？这个就是月哦，你们不是在找月？为什么？好了，你是个衣服脏成这样，这样可以了，你出过去过，你那边看玻璃比较好，来，可以了，来。妈妈，你过去，不要了。为什么？不都一样？不一样，你叫过去，还有一个叫过，还有一个叫过去。过去啊！过去啊！我不要，就过去。坐好了，不要走。不要打架啦！那我还有，我哪里？还有哎、欸，走那么远。
九族文化村啊。他不是看不到，他会隐藏是不是？有啊，从那个椅子中间。哎，我们的这个小智好强哦，都不跌倒。你现在在录影吗？有啊。我爱过爱。我们本来有行程要去九族文化村，你要去吗？但已经买没有要去的票了。还可以买啊，但是买了不去玩也是可以的。买了然后不去呢，要玩什么？九族文化超好玩。灰灰。要这里，还有这里。哎，还有吗？这里这里。那我们路直被打，为什么都会有红色的那个？可能这样才看得到吧。灭火器？怎么可能？哦，真的是灭火器，还有看到那个。那我准备那么多干嘛？这个是那个维修通道。他怎么写说遇见宝可梦之前先收服真爱是什么意思？是什么意思？小婷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小婷。